人哦，爱放手吼，唔通欺负咱台湾人，唔通咱欺负咱人民，吼，做咱今日咱遮，咱在厝的诉求吼。叮当，不管你是多只狗啊，甲伊当吹因阿公，好是痛啊，人知哦，诈骗集团里头啊，一人赚钱大可惜啊，过人哎呦，唔惊想要去吃啊，但是体啊条条。口啊，拢啊，干款，哎呦，走路通好做不必啊讲。警察朋友啊，警察朋友啊，头路归头路，头路头路归头路，当票来当阿爹，爹孙家的好，爹孙家的好，听到啊。所以今仔日，伊暂时。暂时哦，后壁伊会阁做啥物动作，咱唔知哦。目前暂时无处理这个表决案，但是咧，是毋是后壁伊会阁甲你做啥物动作，阮随时爱伫遮待命。但是要甲大家报告，大家期待，阁大家声音，欢迎阮谨记在心。尤其这个集会游行法，要甲大家报告是集会戒严法，今仔日若通过了后。马英九不是把街头幸福人民，是把街头幸福警察。未来变成是警察集团，警察清清采采，就会当将咱的时间、游行的时间、甲游行的所在，伫36点钟内都甲你解除掉，都甲你变更掉。相信未来，咱人民愈卡无集会游行的自由。所以伫遮真正爱甲咱今仔日辛苦来到咱的万怡头前，所有的好朋友报告，今仔日咱是为着输在拍拼，今仔日咱是为着咱后代子孙在拍拼，咱是为咱台湾这块土地在拍拼。所以相信咱今仔日的努力，甲今仔日的辛苦，绝对是有价值的。但是爱继续坚持落去，因为咱嘛要甲国民党讲，只要一回游行法，恁无改变，恁无变更着恁的想法，一定要用这个警察集团的方式。我嘛要甲你讲，民进党绝对甲恁对抗到底，大家讲对不对？所以伫这个时刻，是大家坚信做伙。今仔日国民党虽然暂时停止这个表决，但是伊要强行来处理这个集会戒严法的决心无改变。因为你有听到无？马英九讲，伊嘛赞成正行正义这种的做法。所以马英九不但是跳票，伊咧选举的时阵，伊安怎甲咱讲？要甲街头幸福咱人民，结果即摆毋是幸福咱人民，是幸福警察、幸福戒严、幸福因
威权的时代，和平的方式，啊，达到，咱家己解决家己的苗头。啊，不过但是讲，咱有着子孙，但是咱不要强调，不是讲咱有着子孙尔，为着咱这代，咱有在座的人拢受影响。咱有一天，中国共产党来的时阵，咱可能少年人无头路，咱有可能经济崩盘，一日过去，四万块换一块，咱会记哩无？国民党来台湾的时阵，已经受困于要为着侵占台湾人的经济，所以用四万块换一块。只有邀新华，那拢怎样？我们民进党东川加一个台独案就是誓死反对。是不是一个国家？是，伊是一个流氓政府。所以讲，中华民国不是一个国家，伊是一个流氓政府，就是中国政府，对不？有。反对改良，自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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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反对改良，反对改良，自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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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修改这九条法啦，那是白色改成冲动，啊，要让红人听。台湾岛这边的阿比多特别高来哦，那这个九条法，咱绝对誓死反对哦，你们一定要听讲，好的反对哦，白色回头回掉，你们今天不写，台湾民众哦，非常非常简单。啊，各位听者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今天来到这，第一个目标要让大家知影，恁并无孤单，立法院国民党一党独大。通过这种会当拗、会当让警察裁决的集会不准法，台湾人民的愤怒爱互伊知影。台南五个学生也无做啥，只是讲话无三秒钟就互人拍。如果咱的国家、咱的台湾不是一个自由的所在，如果台湾失去民主的价值，如果台湾要放予国民党一党独裁的话，咱这个国家就沉沦。所以今仔日台南市东部的主理委员，所以咱所有的执评委来到立法院头前，就是要甲立法院内面国民党者为着国民党服务，呼吁台湾人民声音的立委讲：恁搁乌白做，台湾人民要生气；恁搁乌白做，阮就要甲立法院团团围住，一个都莫放你走。大家讲好阿妈。发言为止，立法委员啊，国民党的立委，你就继续演，就演到你们良心发现，想起你是人民的代表，民主的国会，不是国民党甲共产党的国会，所以大家辛苦，继续坚持，感谢大家，多谢你。好，加油加油！台湾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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